Hello， 我是 Wendy。 He's a hero. If you look inside your heart. 我從中學開始就發現自己很喜歡唱歌，我小時候聽歌是好像一個走音無言方的聲音，我想我真的太喜歡唱歌，有機會就會繼續去咯。我三年前參加過新手一幫參加比賽，是因為我真的太喜歡音樂。因為我參加過新秀，觀眾對我都有一定的 expectation， 我希望我今年可以超越他們的 expectation， 然後給他們新的一面看到咯。